科学的尽头是 AI 吗？在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接连颁给了 AI 后，你肯定有过这样类似的疑问。大家好，我是沙平君，今天我们来聊聊，是诺奖蹭 AI， 还是科学的尽头真的是 AI？ 如果你眼中的 AI 只是写写搞石油图、做做出行规划，那它确实跟科学不怎么沾边，但它也跟获得诺奖的 AI 有天壤之别。像这次获得一半化学奖的 AlphaFold， 它是针对蛋白质研究特调的模型。蛋白质有多重要，无需差评君多言。历届诺贝尔化学奖颁给蛋白质结构研究的多达十几次，就连跟蛋白质研究相关的仪器冷冻电镜也获得过。即便这么鼓励了，人类在蛋白质结构研究上也只是前进了一小步。像传统的三大方法 X 光照蛋白质晶体、磁核共振光谱、冷冻电镜拍照建模，费时费力不说，光听名字就贵得吓人。而 AlphaFold 它消化人类已有的蛋白质研究成果，不断学习，不断进化，从最简单的单链到能够进行蛋白质分子长距离预测，以及各种小分子之间的互相作用，目前已经帮助人类预测超过两亿种包含几乎所有已知的蛋白质结构了，且准确度比较高。所以从对蛋白质研究的贡献来说， AlphaFold 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实至名归，只不过人们不习惯它又是 AI 罢了。理解了这一层后，物理学奖颁给两位 AI 界大佬也变得合理了，因为他们两个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奠定了如今 AI 的基石。辛顿坚持了几十年，开创了深度学习这个新的学术分支，今天活跃在生成式模型顶端的那些人基本全是新门成员。至于霍普菲尔德，他在1982年提出霍普菲尔德网络，让 AI 能够像人类联想记忆一样存储和重建信息模式。更重要的是，霍普菲尔德将神经网络的动力学与物理学中的系统进行了比较和融合，这种跨学科的方法也是革命性的，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打开了新思路。所以同理，从贡献上来说，他们获奖依然没有问题。这次诺贝尔奖也为 AI 狠狠站台，不管辛顿对于人工智能可能毁灭世界的担忧会不会成真，未来科技树还是会在 AI 应用上猛点。因为从经典牛顿力学到相对论到量子力学，是人类思考方式的革新，而从人脑到 AI， 是人类研究方式的革新。当然，我并不认为科学的尽头就是 AI， 尽头依然还是理论的、务实的，能够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探索与成果。AI 只不过是帮助人类突破探索极限的工具罢了。仔细想想，过去三四百年的发展已经把人类的能力挖到了极限，理论物理也好，生物化学也好，也已经好久好久没有革命性的突破了。所以我们也常常感觉诺贝尔奖含金量越来越低了。但是人类到了瓶颈期， AI 却在刚刚发力，它为人类提供全新的研究方式，或许会让未来的诺贝尔奖含金量越来越高。有人说 AI 在抢科学家的饭碗，我倒是觉得 AI 的出现帮科学家稳住了饭碗。像预测蛋白质结构的 AlphaFold， 它是开源的，来自190个国家的200万人用上之后，科学家不仅能够深入了解抗生素的耐药性，还设计出了可以消化塑料的酶类蛋白质。最后想问问大家，你最希望 AI 能帮助人类攻克什么难题？